梦想起航，就算是风浪滔天，也要大声的唱，不怕前方有再多险阻，要为彼此护航。放手好像张开翅膀，在此刻梦已无可阻挡，坚定着希望，勇往直前，梦在未来绽放。TF 少年歌Happy examination， 你会英语不得了啊！祝你快乐，考试快乐，你可以考得更好的。离开初中，进入高中，下学期你就是高中生了。哎，好像有点跑调啊！啊，对，没错，我的 carry 男神中考了，现在我多想。你多想也中考，我多想吃饭啊！你饿了没有？哎，你说 ，Carrie 中考完了当天晚上会不会开庆功宴呢？庆功宴会是什么呢？那不叫庆功宴，叫毕业聚餐。麻烦你以后用成语的时候查查字典。那不是成语，是词语。哎，话说，聚餐不是都有开胃菜吗？对啊。我们这个节目的开胃是什么呢？接原文在哪？进新闻。六月中旬的节目迎来的也是六月中旬的中考，就在我们节目播出之际 TFBOYS 队长汪俊凯也同时奋斗在中考考场上。但是这次的考试汪俊凯可不是一个人，他的身后还有 TFBOYS 成员王源、易烊千玺以及广大四叶草。想必小凯也想不到自己的一次中考居然在微博可以引来 1.8 亿的关注，也想不到自己的中考可以有这么多的媒体官微的发博祝福。在这里还是代替仍在奋斗中考的小凯给所有关心他的媒体还有粉丝们说一声感谢，相信小凯也一定能从中考考场上凯旋而归的。上上周易烊千玺客串出演了由万和天宜和爱奇艺联合出品的高科技少女喵，在剧中千玺出演了主角李克兰的弟弟，更没想到的是千玺居然把魔法城堡也带到了这部剧里。当然用千玺的话来说，很感谢子墨导演的照顾，而且小编也稍微透露一点点信息，在万和天宜接下来的其他剧集里还能看到千玺的客串还有其他成员的出演，大家期待吗？刚才那条新闻安王，不如你来表演表演万万没想到的那句经典台词。那句就是小激动。哦，让我想想，相信过不了这我就会升职加薪当上总经理，出人 CEO 一起百富美就人生巅峰，想想还是激动呢。不错，阿文充分诠释了药不能停了，先生留何方是长。所以大家还是看看小清新的原来这样讲，原来这样讲字变小声再来吧。你就是重新来一次。原来这样讲，原来我们朋友身上的优点也可以这样讲。最近几期节目呢，我们都有讲到对方嘛。那阿文，你要不要总结一下我们这几期节目的内容呢？最初的时候讲进 TF 家族之后十年后的样子，然后再讲没进 TF 家族之后十年是什么样子，然后就说我们是怎么进来的。对。那好，今天呢我们的主题就来说说各位你们认为我最帅的一点在哪里。屏幕评判自己，我想问一下。当然可以啊。有没有觉得帅这个字从我嘴里说出来特别不一样？因为平时都怂惯了嘛，所以我觉得偶尔表扬上对方我觉得还是很有必要的。我发现道成是道，报成报成。那好，那就从你开始，每个人都要说说那个最帅的瞬间。那好，那就让你先说，让你来报报仇。我就不必自夸了，免得某些人伤心。就说你吧，我觉得最帅的瞬间是上次男生学院自习室打小凯那一瞬间。哦，你这需要表演一下。先演一遍。没有男生学院，你当我，你当。哦，就是他说他要当 carry， 重新演一遍行吗？好，他说他要当 carry。
我知道你什么意思了，你就是说你心中的我的帅就是那种痞痞的 OK OK， 你就是比较有江湖气息的那种帅吗？ OK， 那来说一下他至于老板肯定是那次群总站女生女生那次对吧？对对对，同感同感，来来来来来来，再一个那家伙，那来说一下他这位件事忽而想到，就是直接闪入屏幕是吧？嗯，反应速度特别快，上千了。如果那时候方便放慢一点吗？干嘛干嘛？是说那说是说你的慢的时候在开什么评价呢？我要自帅，这还用说吗？到处都帅，我们都在沉思呀。OK， 那就是想不出来你帅的地方。没有帅，作为一个被没有帅的，那到我，我先说一下你吧，我最后再说我，我觉得。如果一开始就说自己的话，不必自夸。对，我觉得如果一开始就说自己的话，显得有一点做作。你是想用他来衬托你的帅？对，天哪，先说一下你，你呢？帅的时候就是，怎么说呢？你做得好。二的时候。就是我想说，没事，他把你抢了，重新想一遍就可以了。自夸的时候。好吧，那说到你就觉得，就是毋庸置疑的，就是萌。不是萌，就是那次扮女生那次，哦，真的，那次他的不说你会，对，他那次在化妆间，然后我真的心情没认出来，说什么时候招了个女生。那你呢？就是就是很冷静的那种帅吧，就是化个妆。是很装逼。这个人怎么办？这个人，我觉得这个人，开玩笑。你为什么非要把人加重鼻子？开玩笑。魏一呢，就是我觉得他帅的话，是不是？每一次都穿得很潮，然后衬托出他比较有潮人的气息，对吧？看我多照顾你，对吧？所以照顾照顾。我觉得我突然想起来，这个 carry， 第一次录的时候啊，然后那就说到我觉得我比较帅的呢，就是我送你一句话啊，没有，我知道，就是很多粉丝也给我评价了最完美的侧脸，然后。反正就我劝你身中十指竖到天上当避雷针，反正就特别多了。我呢帅的地方告诉大家，帅生活中不是没有帅，而是缺少发现帅的眼睛，所以十根手指都举起来吧，你们来发现。好，十根手指。那就说到你，那他不就是刘志宏？他最帅的时候应该就是他人胸。如果我说刘志宏最帅的时候是那个时候。爆炸头对吧？人胸，他是不是会打我？来，我们来站一个，他是不是会打我？这能结成联盟吗？两个都会。好，那你再说一下我。这里不是你跆拳道的场地。你，那怎么说 ？Everywhere， 每一处对吧 ？OK， 那就跳过了。他，请说。啊，到处耍帅。好吧，这个跳过。虽然他爱耍帅，但是他一点也不帅。OK， 这个跳过。怒赞，我们来赞一个。来，再赞一个。赞一个，点赞狂魔。OK， 那就到了。好，刘志宏呢，就是应该是不然的扶持一下这样。你上，如果没记错的话，他有一次这样的，他语文太差。OK， 你学霸。那他语文叫宋小晨。王源呢，唱歌的时候很帅，就那个姿势很有代表。王源说的对，很有范儿，对吧？都说了报仇的时候到了，你不报仇真是。你把王源说的。我取中立态度，我也不是正方，我也不是反方，我取中立态度。其实这样的，前几期节目我们都吐槽够了，所以这一期呢就说说好的。对。那罗琦是呢是萌的可爱。这是帅的。有帅不是有帅的含义在里面，就比如这个头发，来，你有点笑的。哎呀，好萌啊！好，那我真的好照顾。我给我想想。好，那你自己为什么每次为一个我自己我们沉思呢？需要你们来发现。其实我们没有发现到你。不行，我也发现不了。这个人啊，到底我发现不了。让我们先来说凤凰园，哪一处都帅，然后再来说刘宇宁。说得好，哪处冷静？你跳过两个人。好了，我说完了。那我们刚才说了每个人帅的地方，现在我们就来表演一下，认为自己最帅的那一瞬间。招牌动作。台词我就是不台词省略掉了，被屏蔽了。哦，我知道了，就是那个
罗密欧朱丽叶那次。哦，罗密欧说出来了。对，大家去看一下《蓝色学院自习室》刘志宏的经典表演哦。耶、yeah ！好，现在到我，下面到我。嗯。嗯，我觉得随便做个姿势，我觉得我的话是，不管怎样都是帅了。缺你伸十个脚趾头，再加十个手指头，你又装逼了，反了，对，反了。等一下，你又装逼了。我是现在是表现我的帅，清场。你觉不觉得他应该把十个脚趾跟十个手指头填空上了？他应该把十个脚趾头填空。不觉得？让你怎么就算？我有的。有啊，我突然感觉我不自信。那一句，就是真正好。对，就是，对，来对着镜头说，我说两个字。对，我告诉你，现在是你的时代，要由你来当主角，所以你要把这个就是和真好发挥到极致。所以来对着镜头，两个都要说。对，那我记得这是两句话了。所以对，那这样，我来给你制造话题，然后你来说就是真好，怎么样？不跟他两个选择嘛，给你两个选择，说就是真的，或者说，然后对着，到我了吗？然后对着选一个吧，然后对着镜头来表现出你最，我被吐槽了。你现在来说真好 ，OK， 对着镜头，王源真是太帅了。好，再一个，好，到你。既然刚才说了，既然刚才聊天时说了我处处的装帅，壮子，这个选择范围有点广。所以呢，随便都做点动作就 OK 了。OK， 比如扶持一下，就是别人做，我会自行代言。不行，好，换一个。Go， 我会自行代言。你呢？代言没有？对，我已经表现出来了呀。啊？对，好，对。刚才说了个子帅的地方，现在来说说小凯。你可以开始。我觉得小凯处处都帅。不带这样敷衍的好吗？他比你帅。具体一点，这个选择范围也有点广，就像我一样。不行，必须说一件具体的事。具体，比如他的样子都就很帅。他只是想承认他样子。对呀，对啊，相貌对。好吧。到我觉得小凯呢，帅的地方是，我们去参加活动的时候，然后他一个人执起队长这个职责，然后以队长的身份带领我们的时候，特别的帅，有风范。你是在说三好学生的标准吗？三好学生，就是四好学生吗？我现在是四好少年，自认，好吧，到你。他就，王俊凯跳舞的时候很有范，很帅。你见过？见过呀。对，我觉得走路什么干什么事情都很有范。OK。我怎么感觉我他是我们说王俊凯范儿，这会发现把他冷漠了。每次说小凯都是在打击我，好吗？两只王，你咋知道？因为小凯的中考，最后再来个话外题，每个人帮小凯一句说一句加油。那好，那从我先说吧。就是这个的。因为小凯要中考，所以现在天天和题打交道，对不对？和试卷和题打交道。对，所以呢，我这里给我自己出一道题，也给各位粉丝出一道题。题目是一道选择题，小凯中考（括号 A 金榜题名）。B 下笔如神，三霸气外露，所以霸气外露，所以呢，我选 A、B、C， 你们呢？小凯，我们五个和你的粉丝都支持你。粉丝 ，OK， 你呢？我说六个。我刚才说什么？小凯中考加油！你放太多，放得多，太多，加油，相信。Oh my god！ 我从侧面来表现出王俊凯的那种学习成绩好。怎么？我们学渣不懂学霸的世界。好，你说是我们不包括我，我是我们，你们，比如你是学霸，我不认识过。到你。那我呢？最后总结一句，我们 TFBOYS， 然后所有的事业场，还有我们所有人，与你一起 fighting。在游戏环节之前，节目组说收到粉丝送来的游戏道具有这个，还有这个，还有这个，所以以后我们的节目呢是这样的。我勒个去！
这什么东西啊？我压根没玩过，不会这么高智商吧？这奇葩的画风，这诡异的骰子，不行，我不能在这二货面前认输。啊，我知道了，四。我竟然输了，我输了，我输了。不会吧，我真的赢了吗？这么简单？那这奇怪的人选是干嘛用的？我想想，莫非是……啊，我知道了。居然什么都没发生，不对啊，按照常理应该召唤出小神龙这种东西啊。啊，我知道了，神龙啊，赐予我力量吧。这个二货居然有召唤神龙的力量啊，我完了。这到底什么奇葩的设定？我就这样赢了吗？万万没想到，这种高智商的游戏只有高智商的我才能驾驭。是不是很有趣啊？对啊，一个游戏可以玩一两个小时，毫无压力。要不我们录一期吧？一点也不耿直。算了，就算这样，还是进入游戏环节。游戏谁是卧底？大家先说说谁是卧底这个游戏。我们来说说惩罚怎么样？来制定一个惩罚制度。你这个看出来了呀？对呀、啊。然后我们说说。比如说我也没被那种卧底被抓，然后次数一次，谁是卧底游戏规则，四名成员分别获得一个关键词，其中的一个关键词和其他三人不同，每人游戏每人要用一句话描述自己抽到的关键词，描述完毕后三人将根据描述投票选出最有可能是不一样的卧底，卧底被选出游戏结束，凡支持的游戏继续到场上只剩两人，卧底获胜，凡支持其他成员获胜。卧底获胜，其他成员都要接受被我们的电击一电一次的惩罚。卧底失败，这卧底要被电三次哦。那么谁是卧底呢？所以你们都不想被电，但是呢，由于我是主持人，所以我不会被电。那好，现在开始选号，现在就开始形容自己的词语，还是从志宏开始？实现愿望中的。你。每年一天。实现愿望了吗？好，你这个是重复。啊、好，重复。电一次。四个字。对，电一次，电一次，重复电一次。对对对，加油吧！我跟你死了。墨迹的。这是全凭运气，手动没用的，这个是。喂吧。他没有电完。他没有电完。帅气牛将。电到一下就够了，已经。那到，每次都对。红衣服。啊！现在我来投票。然后现在是刘玉玲一票，两票；刘玉玲两票，魏毅两票。那你们两个，魏毅一票，魏毅两票，他们两个。那现在你们两个人在每一个人形容一次。每年的一天，他会出现，他会给人们带来快乐。我知道是谁。倒计时，是这个。我这次那投票投票，不，那现在大家三比一投志宏，我们说说为什么投了他？实现愿望。OK， 那你们来猜测一下他是什么？反正是个词，反正有圣诞这两个字。你们确定是刘志宏吗？啊，确定。OK， 游戏结束。你们是。圣诞老人，而他呢是圣诞树。哇，这个是太快了！来，所以感谢我三次吧，三次。在我记忆里，志宏好像是没被电过。对啊，今天看你会不会三次都滚了。好，开始。他多送我子了 ，OK。捶他的心脏，捶他的心脏。志宏同学千万不要急。啊！好。还有两次，这一次志宏的不被电神话终于被打破了，我不败神话，还有两次，很爽，终于跟我一样，右手，神话与我同存，左手，必神话与我，左手右手不行啊，
神话与我共存，为什么不一样的？你说如果我摸着它会不会打电呢？啊！有没有做导演？其实是假的，我没被电。我只是逗你们玩一下，还有最后一次，换一只，还有一次，加油！对，刚才我只是逗你们一下，其实我没被电的。就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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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开始，让他喘气一下。你在干什么？让他喘气一下。啊，可以了，可以了。我刚才是不是开车？小心你会被打电了。有没有相互？没有，自从三下都被电了。三下都被电，刘志宏延续了，没感觉，千玺的被电，真的被电传奇。我只是出的时候，只是没有破纪录嘛，出嘛出嘛。你还是你已经被电了两次，没有拒绝。那好，可以进行第二轮。第二轮，现在大家开始来描述自己的词语，从你开始。冬天，冬天干的事，一项运动。你们这群人就是应该是你吧？应该是你吧？应该是你吧？又是你，你来试一下。我们两个反达成了一致。那沙，那沙，一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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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那个字，不对呀、啊，还有那个字就是什么东西？那就开始第一轮投票。千万别选我。确定是志宏吗？确定。嗯、OK， 游戏继续。现在我知道。都说了。现在大家开始描述词语。了解一下菜。冬天做了一项运动，这跟你上次有区别吗？有啊，我跟你说被电一次，不会吧？对，你是重复，很不正常。上一次你说的是一项运动，这次说冬天也是一项运动。我一说上一次我说的是冬天干的事，我刚刚说的是什么？我一说是连续两次被电。日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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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如果卧底被投出来，那卧底三次；如果卧底没被投出来的话，你们两个一人一次，三个。所以请慎重思考。他说的是什么？一项运动？哦，不对，嗯、就是你。你呢？现在命运交给你所以 OK， 罗天信，你被投了出来，你们两个的依据，我知道你们是什么，因为他说他喜欢一项运动，然后你们说他什么？什么？所以他喜欢一项运动吧？我反正我投过一，当时 okay, 你一票没用，你投你那结果没用。你现在犹豫不决，到底是谁？我有就选。你可以你可以决定你队友的命运，嗯，也可以决脚下踩的。我知道他是什么。对，你可以决定你队友的命运。我知道你是什么。一零注意一下，脚下踩的。二踩的。是你。好啊，游戏结束，他是卧底。他是什么雪橇对吧？不对，他们是滑雪。滑雪，现在开始不要哭。对，不要担心，不要担心。其实不是，其实不会哭。你在说哪个？噔！咦呀，说一打，对，四打。我的确理解你的感受。OK， 那第二。继续吧。连中都学到你了，你感受了很久。还来个阿迪瞬间。我感觉我真的跟他已经没有知觉了。看，我有知觉。看，大正脸，大正脸。他早点电吗？噔噔噔。他电早一点的话，我输。我们进行了两轮游戏，卧底都被投出来了，所以说这个卧底当的不过关。要是我来的话，肯定。但是别自夸。对，其实我就是挺怕这个，所以我就没参加。那我们这个游戏就到这里结束。TF 少年看这边，这个游戏呢，我们两个月之前玩过，当时叫一二三看这边。现在经过了两个月，我们大家的默契度应该都加强了，所以改名叫 TF 少年看这边。经过两个月的磨练，大家到底有没有提高默契度？现在我们来看一下。TF 少年看这边游戏规则 ：Right Left Up Down Right Left Up Down。记住记住，王源让你看这边，可千万不要看啊！连续八人和王源不同步则获胜，是不是超简单的游戏规则？超简单的游戏方式 ？TF 家族默契挑战 Part Two， 全队只有三次失误机会，用完了，嘿嘿嘿嘿，就不要怪王源不客气啦！
TF 上面看这边，好，TF 上面看这边。OK， 中了。你这是什么？好，你这还有一次机会。你们还有最后一次机会，还有六个人要成功，不然的话会去做终极场。TF 少年，这边。TF 少年，看这边。OK， 学员接受惩罚，惩罚是在那个很特别的垫子上做俯卧撑20个。现在看惩罚，这里，哎，怎么开始？我还没叫开始呢，这么自觉吗？好，现在开始，我们要标准哦。我一，没不标准，要下去，你逗我是不是？我就是，哎，因为没那个什么。它是标准的话，可能不要下去，手要弯直的，对，那我们一起来看它，看到底这不合格吗？不合格。不，最少要做到这个标准。我一都没有这个。我，你看到我了吗？看了。必须要达标。我没有记得那个。你就要看前面的东西。起码都做了至少那个20分钟，怎么可能 ？OK， 那你做过关吗？做就到每一步都会，要做到，我和你一起做，我和你一起做，我旁边的人 OK。你为什么不来这里？来，一起做。好，这样 OK， 全家都会跟着做。对，我发现了的话，来一起做。一，他下去，和我到旁边脚里。好，谢谢。我发现这个，我完全看不开。这样也来。我们回不到。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在街角的咖啡店，我会带着笑脸挥手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我多想和你再见一面，看看你最近改变，不再去说从前，只是寒暄，对你说一句，只是说一句，好久不见。只是说一句。